想换个地方练跑，要空气清新，交通方便，兼且风景优美，视野广阔，是不是太贪心？不是啊，物理耗尽第十段就可以一次过满足晒所有愿望啦。先用322级楼梯当做热身，沿住引水道超过8公里都是平路，可以放开怀抱尽情奔跑，一边跑一边欣赏路旁的花草树木。还有可能遇到猫猫、乌乌同埋雀仔帮我哋加油。雀仔嘅品种好多，令人目不暇给，练跑之余仲可以观鸟添。跑到攰，可以坐低休息下。咁啱时间，仲可以欣赏埋日落喎。